呀。南宋年间，官场腐败，乡试常有不公，寒窗苦读的贤良之士常常名落孙山，反倒是无能之徒屡屡金榜题名。院，就是这儿了。哎呦，考场内不得发出惨叫声。啊？嗯？你是谁？考场重地，怎可随意进入？我乃堂堂绍兴12年天台县头名秀才李修元是也。大人若不相信，可拿文书一查呀。还真有此人。你迟到了半个时辰，已经被取消乡试资格了。再说，你一个和尚考什么功名嘛？走走走，做你的和尚去吧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大人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哎，有眼不识泰山。这不能考乡试了，留个秀才的功名也没什么用，倒不如把它给卖了。嘿嘿，好主意。卖秀才哦，卖秀才哦，卖秀才哦。买的快来买啊、这个秀才是个啥玩意儿的，这个弄吃了。这个秀才啊是个功名，不能吃也不能用、但是要是考上举人中了状元、那吃香的喝辣的、一辈子都不用愁了、那得多少钱嘞？50两。哎呀我的娘哎，咋这么贵嘞？俺不买了，这么贵，还不如娶个小老婆便宜了。真是的！别走！别走啊！你价钱好商量。那你说多少嘛？1文钱。啊！你踩死了我的鸡，就得赔钱，不赔，休想走！去瞧瞧。你哭什么呀？哭什么呀你？
没用，这鸡可是我养了很久才养大的，你可好啊，把它活活踩死了。没有呼吸。干嘛？没有脉搏，心跳也停了，据我诊断已经一命呜呼，没得救了，没得救了。哎，这鸡都死了，扔了可惜，不如让我带回去炖锅鸡汤。这是我的鸡，被他踩死了还没付钱呢，你炖什么鸡汤啊，臭和尚。对，该赔，踩死了人家的鸡该赔。贫僧来帮你们算算这笔账，五斤鸡值250文钱，五斤鸡需为5斗米，1斗米60文，姑娘赔5斤鸡的钱，公子赔5斗米的钱，100文，所以公子得给姑娘50文。这个是啊。5斤鸡250文，5斤鸡5斗米，卖秀才。不对呀、和尚，你刚才算的账不对呀、我好像吃亏了。有什么不对呀、走开走开走开，我还得卖秀才呢。卖秀才喽，卖秀才喽。卖秀才？你卖什么秀才啊？今天是乡试，只有是秀才才能考举人中状元，要是中了就飞黄腾达喽。你不是秀才吗？不是。我这儿倒有个现成的秀才，你要不要买啊？要买就便宜点，30文卖给你了。好，我买下了。啊，成交。乡试都已经开始了，你走着去看是赶不上了，不如贫僧送你一程，就当是售后服务了。我背起来了，背起来了。哟呼、我这么快就到了。来者可是赶考的秀才？哪个不长眼的敢撞我头名举人，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乡试都开始了，快进去吧。自古才子都有点桀骜不驯，莫非此人还真是能考上头名的人才？带上这个快去赶考吧。爷、别看了别看，快走快走。哎呀，快点快点，来不及了，快快。你们已经迟到了、已被取消考试资格了。我有这个。等等，我去问一下主考大人。巡按陈大人。快快有请二位，快快有请。秀才与陈大人是亲戚吗？陈大人是我舅舅。是你舅舅啊？大人快出考题吧。不必不必，公子回去静候佳音吧。公子可有家事？没有。好好好，公子若不嫌弃，本官要把小女许给公子，发榜之日就是成亲之日啊。真的？当然。让我看看，哈哈，我果真金榜题名了，那我不是可以娶到千金小姐做老婆了？我中举了，恭喜喽！哎，掌柜的，你是不是叫陈大人呢？是我呀。哎呦呦呦呦呦，恭喜，你的外甥中了头名举人了。什么？举人？对呀、举人。他呀还被主考王大人招做了女婿呢，发榜之日成亲，也就是今天，是他叫我来通知你的，这个是请帖。那贫僧就先告辞了。举人？我那外孙
连秀才都考不上，何以能中举人，而娶到主考大人的千金？怪呢。好好好，禀报大人，举人姑爷和他舅舅已在厅外等候。好好好好好，快快相迎，快快相迎。小婿拜见岳父大人。好好好，我女婿真是一表人才啊。好女婿，快过来快过来。哎，女婿，你舅舅陈大人呢？快帮我引荐引荐。不就在我身后吗？啊，身后哪儿呢？哪儿呢、陈大人，陈大人。大人，我是投名举人的舅舅陈大人，在城东卖膏药的。啊，什么？卖膏药的陈大人？你居然敢欺骗本官！你这个冒牌货，海老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我非打死你不可！谁骗你了？他就是我舅舅陈大人，是不是你想耍赖，不想把女儿嫁给我这个投名举人了？你这头肥猪！啊！你胆敢辱骂本大人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你耍赖！你这个冒牌货！你耍赖！巡按陈大人到。圣旨下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经主考官王大人在本年乡试中作弊，假公济私，情节严重，依据王法第60章第15条，予以革职查办，取消朱之贵投名举人之衔，钦此。查他很久了，济公以他的聪明才智惩治了奸人，只是可惜了那朱公子。歪打正着。